到第三天了，宜春，怎么样了？让我来看一看。哎，终于完成了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打了三天了啊！三天，这是我三天的成果。那你都打到我都结婚生子了，该发红包了。哎呦，这段掐了，别播。我真的很害怕呀，我真的不会做这些。好了，我要进去了。你好，我在哪里？就是我要那个。说你要干嘛？那个就是要把它那个给我那个什么，就是哪个地方可以用这个锅呀？啊，对对对，用这个。我的天哪！好香啊，这个黄油。是黄油吗？对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弄。哎，救命，它不会焦了吧？对，会焦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快帮，哎，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你帮我弄进去，谢谢。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吃的。这是煎好什么菜啊？我怕卡蛋。舒服嘞。不错。我跟师傅说我做的舒服嘞，师傅。哎呀，我好怕它焦啊！这个蛋清我打了三天三夜。快，你救救他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，救他，可以救救他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，有点焦哎。可以了，我是厨房小白，我已经尽力了。OK， 我想起来了，我这个锅包肉除了香菜之外，还需要胡萝卜丝儿、姜丝儿。锅包肉啊！啊，我爱吃那个。东北代表，我一定好好做，我一定要成功。姜丝儿、大葱、胡萝卜，东北菜必须有蒜，咱们再来点蒜瓣儿。我这也好了，好啥呀？就剩一片洋葱，这也好了，好啥呀？哎呦，大言不惭，切菜切了三天。我这跑了，主厨要先尝一口，看看味道。这是哪里的菜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就叫凉拌茄子，是我唯一拿手的菜。老师，这个锅包肉挂糊这个环节，您可以帮我一下吗？默默，哎，你还要多久？快了，因为我们仨都闻了。好好，十分钟啊。可以了，老师，我就不行不行，我来不及了，老师，大家都在等我。哇！然后咱们起锅烧油，开始炸肉肉了。天哪，第一次做就做这难度这么高的菜，呱呱呱，炸至金黄色，我们捞出，然后再进行第二遍复炸。默默，你快点啊！